可能吧，应该是感受是不一样的。你在哪地方嘛？你说你真正的我女儿在哪地方嘛？冰的同桌就是三个公。你早说热的是为了老师或者政府都没管过。你看现在这样子，真的我非常质疑这个学校的这个质量问题。当初在修的时候。